拍成人像？可以。电影改人像？可以。跑起来呢？没有稳定器？哎，可以。怎么动？焦点都要在我身上。暗一点呢？再暗一点？再暗一点？这么暗的游戏？可以。来点光，把氛围拉满。可以。开局游戏呢？给我两颗心，稳住120帧。可以。手感要热，温度不要热。可以。玩这么久，能马上回血吗？可以。我是说电量。可以。换到另一个次元。拍人像，这样也可以。怎样都可以。vivo S15 系列，每一拍都有电影感。